家里没有电视？没有。没有电脑？没有。没有手机吗？没有。妈，你们好穷哦。怎么说话呢？这是没电视没电脑没手机才上现场来呢。哎，啊，这孩子真会说话，你看到没有？要不然咱俩都得。还有人说大黄好可爱的，是，这是，看他可爱，您是怎么眼睛有什么问题吗？怎么说话呢？之前还有喊我男神的呢，后来眼睛治好了，就再也不这么说了。啊，这几位就是眼睛没治的，正在恢复中的。好，祝您早日康复啊！大黄好帅，你都说八回了。大黄好帅，好帅的。大黄。干什么小白？他们说你哄睡，真逗。哎，小白好白，小白要不白不就成大黄了吗？大黄好黄。哎呀，小白好白，大黄好黄啊。谁接着上下联了？这是这一个节目演的没完了。这是没有办法，这是大伙儿对我们的爱称，管我们叫小白，叫大黄。对，大黄来说，人家也有人类的名字。您那意思，我真是人类的朋友啊。姓狼名狗，字京巴。哎，这个没完了，谁叫这名字呀？外号大黄啊，大伙儿起的嘛，对不对？本名呢叫蓝伟炎，那个好家伙，这我还发高烧呢，我不是姓什么？姓狼，姓狼。哎，这个叫狼鹤爽。这名字现在比我大气，你看没？叫狼鹤潭。炎，炎，炎哪个炎？齁死那个炎。您说是吃的那个炎，两个火的炎。为什么要加重一下？好多观众啊，写他的名字永远都写不对啊。是。一般微博上一圈啊，准圈不着他。三个火了。啊，圈什么的都有，狼鹤炎、狼鹤烟、狼鹤焰、烟，就是烟人那个烟。他说是阉人张翼德的那个阉。对。哎呦，不要脸。阉阉阉阉，反正都是圈他。现在名气火极了。没有。德云社现在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可以没吃过猪肉，你不能没认识过狼火阉。啊，我轻易的也不跑啊。什么话您这？小有名气。可不敢呢。这个节目就叫写对子。我认为这我的良师益友。您客气了。在台上什么都会，四门功课，脱学上炕，人家是这是您的功课啊。咱们说学逗唱改了没改？根儿起就是这个。还真是这四门。是喽。哎，哪门好？谈不上哪门好啊，我就学还行。对了，你看到这儿来啊，就得把你最优秀的一面，对不对，展现出来，回馈大家。能学什么呀？学的比较多，说一首听听。什么天上飞的、地下跑的、水里游的、草坑里蹦的、人言鸟语的各种小唱，我都能来点。各位怎么样？真有能耐。哎，这是我捧吗？这是拍马屁吗？怎么了？你不怕崩碎了你？这不是拍马屁呀、啊、拍马屁拍我脸。今天啊，咱们这样，是骡子是马，咱们拉出来尿尿。您什么毛病啊？这是拉出来尿尿尿，不是尿尿，溜溜。对对，尿尿。好，这舌头太好了，对不对？六 six six， 什么玩意儿 ？six one six， 什么意思？六一六。哦，您这比 Chinglish 还 Chinglish。Understand？Sorry, I don't understand. And by the way, I don't want to see you anymore. 我 speak what? Speak what? 哦，你是想说说什么？哦 ，what speak? 什么说？说什么？啊，您到底要干什么？就是说说 ，What are you doing？ 这话我也想问你呢。Fine, thanks. And you? I'm fine too. 我就会这么几句。我以为你叫韩梅梅呢。
我就会上学的时候学过这么几句。嗯，我说 Lily, 哈妹妹 ，Hello, fine, thanks, and you? 嗯 ，How are you? How do you do? 他老问别人，你看没有？也不知道谁人家答不答的。对了，写的 Welcome to the 云山。对不对？哎，谁什么对？对不对 ？Listen and gentlemen, welcome. 等会儿。Listen and gentlemen. 对呀、啊。Ladies and gentlemen. 我有口音。你这不是口音，你这是英语岔劈了。Listen, welcome to the listen listen 相声。嗨嗨皮皮。嗨皮皮。好家伙，这不差不多得了。这不是您老说吗？中华语言博大精深。嗯嗯，为什么要说英文呢？人家说的也不对。对不对？嗯。Why? I don't know. 就说咱们讲中文就好了嘛。说吧。不要讲英文了、嗯、啊。咱们那个郎老师来说，嗯，你看英语、外语都得会点。是，哎，当然这也算是学习语言的一种，这也算学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再说到学啊，能学什么？我先问问。您刚才问过一遍了，忘了，时间太长了。天上飞的、地下跑的、水里游的、草根。好，就到这就行了。还没说完呢。天上飞的，给我们学一个。学可以呀、啊。给我们学一个。学什么？云彩。这一大活人有学云彩的吗？怎么了？这么的，给你降低点难度。你这个颜色，哦、你学个乌云。我这颜色应该学沙尘暴，乌云有黄色的吗？这是黄云吗？黄云啊啊！没有，学不了云彩。天上飞的是什么？大雁。天上飞的大雁。嗯，这云彩学不了。学不了。天上飞的别的。嗯，别的。天上飞的云彩。天上飞的擦屁股纸。它怎么能天上飞呢？风大呀，不合理呀。风大呀，用完了，一扔一股小风。您是在没有遮盖的地方接手吗？哎哎，这荒郊野外，内急。还内急？对了，内急呀、啊。哦，行，哎、我不管您怎么急，我来。带着清风，哎，拿出一张。清风、哦、对呀、啊、你这老词儿嘛，清风徐来，哎，清风徐来就把这吹走了。哎，对对对，您来不了这个，来不了啊，家伙，地上跑的行吗？地上跑的学什么呀？屎壳郎。这谁没事看这屎壳郎地上跑啊？这个来不了。小动物，卡哇伊的小动物怎么学不了啊？哦，您觉得屎壳郎可爱？对呀、啊、我们不觉得这个。我给你学一个。你学一个，我们看看，这还是一白屎壳郎，你看看。这是福尔马林漂过的屎壳郎，白是一方面。来了啊！啊，还反推是不是？反推？没有反推啊！废什么话？我还反弹呢！我你得配合我，我配合你是滚！你再来一遍，滚！好家伙，屎壳郎自己推自己滚，滚！不滚，我滚，我成粪球了。你看骗谁呢？这是啊，学不了这个地上跑的。咱学你又不配合。我不是配合，我凭什么呀？那你自己来。我自己来。地上跑的。地上跑的。擦屁股纸。这天上飞的我明白了，这地上跑的怎么还擦屁股纸啊？风小，没吹起来，哎，咕噜。风小，就是用了一半的清风，是吧？差不多啊，什么差不多也来不了这个，太恶心了。水里游的行吗？水里游的，学什么？我先问问。擦屁股纸。咱不能跟他一块儿啊，这擦屁股纸怎么能水里游呢？用完了扔到马腿里。马腿里。张老师，您还是来一个 English talk show 吧。啊，我不知道你们这叫什么，我们那儿我有地方叫马桶，全叫马桶，哪怕您说个坑呢。
扔到马桶里，嗯，对不对？一摁那按钮，马腿就出来了，水一冲，水一冲，这就是水里漂的，不是，我们就冲两回就下去了。那行，我明白了，您这抛砖引玉，我给您来一个吧。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把这用完的这擦屁股纸扔到马桶里边，怎么了？往这一摁啊，冲下去了。嗯、啊，还有呢。这啥意思啊？又飘出来了，马桶堵了，要不你冲两次呢？您呢？你跟我说你用了多些啊？两包清风？不是，我是把马腿扔马桶里了。行了，这就没杠台了，好不好？那好兵，那别聊了。那聊什么呀？您学的那都太恶心了，这个。你看你不学，我还不学一学吗？咱没有学这个，学点别的好的。学别的，嗯，学唱行不行？学唱可以。哎，本门的唱什么呀？啊，太平天国。嗯，好多没听说过。怎么了？太平歌词，对呀、啊，可能大伙儿有知道有不知道的，嗯，来两句，大伙儿听一听。哦，杭州美景盖世无，哎，你看这还一高腔。好了，嫌你啊，行了，可以了，给你们一个面子。怕你们说太平歌词都不会，我自己也尴尬。嗯、您干什么尬呀？这样吧，来个大伙不常听的、啊，我们听听。心内不明何必点，是不是又尴尬了一回？我再给了你们一个面子哈啊，可以了啊，两层了，够了哈。来了这个啊，那汉高祖有道。你们也太不要面子了，不用给他们面子了吧？你可以再给呀、啊。那庄公闲游，庄公闲游就出城西呀、啊。不要紧张，庄公非得出城西呀、啊。啊，别紧张，他哪儿不能去呀、啊？好了，非得出城西。不是，您别生气，那庄公多了，你唱啊。那庄公怎么着？打马下山来，遇见了。你看，您也不会了吧？遇见了骷髅，倒在那尘埃。那庄子修一剑，发了恻隐，身背后摘下个葫芦来。葫芦里拿出来金丹一呀粒儿，那一呀半儿红来一半儿白。红丸儿治的是男儿汉，那薄腰粒儿治的是女裙钗。撬开牙关灌下了药，那骷髅骨得命站起了身来，伸手拉住了高头马，叫了声先生你听个明白，怎不见金安玉臣我那逍遥马，怎不见琴剑书香我那小婴孩，这些个东西我是全都不要，那快还我的银子来。庄子修闻听着长叹气，那小人得命又要死财，我一言唱不尽这骷髅叹，我是愿诸位那居家欢乐是无祸无灾。行了，可以了，
闪一眼还落在板上。哎哎，喝了是怎么了？拜拜不见外，礼多人不怪。你早应该这样。这是我们本门的唱，嗯，太平天歌歌词。老有这个。再唱什么都算学唱，学唱都能学什么？哎，学唱多了啊，小歌小戏小小小调的。好，那还有什么呀？都能来呀。啊，能不能？不来了，不来了。不来了，不来了。一会儿张九南上来再玩这个，好啊。开着拖拉机来的都是。啊，就是那个唱歌来说，现在虽然说少男少女都喜欢，尤其作为我们这些九零后的孩子，对于流行歌曲来说，有人家这全是我一话筒我就扔下去，我是。您还想下去说呀？我的意思让他们一。来来来，上来。上来。不敢，脾气真大。不是他多大岁数还玩上上下下的游戏啊？那都住高层，怎么就不能坐个电梯呢？你这，你下来，下来，哎，跟我一块喊呢？凭什么呀？刚才你们的劲儿呢？你下来，来呀！你看，你下来，他们都说你下来。第八排那胖子，我看见你了，就穿一裤衩，上面还带一花。剧场还是不冷，在那喊来喊去的，明显看着，那肯定是你二大爷。你好，我们亲师兄弟啊。别喊了啊，就说九零后来说差点意思，作为我们这。对对对，一八九零后的，就是别人迁坟的时候把我忘外面了，回去了，你站着。什么日子穿一红大褂逛？平安夜吗？你这样平安得了吗？平平安安回到我的坟地，回去看看去吧，拖拉机都压没了。咋的？你蓝翔的呀？不是，挖那儿去了。这都开着拖拉机的。就说没有必要较劲，我的年龄。你谁跟谁较劲呢？这是对不对？八五年的，嗯，八五年还八五，八五年还与我的脾气不太好似的吗？好几天没杀人了。在他来说，自杀也算杀人。行了，好好说吧啊。八五年的，嗯，哎呀，你爱与不与。可能长得略显做旧了一点。什么叫做旧？做旧吗？你这脸青铜瓷让尿呲了是怎么的？什么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青铜瓷？青铜瓷什么呀？叫什么？我说你这脸让青铜器跟他尿呲了是怎么着？就说呀，咱这长得略显老气了一点。哎，成熟吧？对了，老气一点。那个，哎，跟我师傅一般都学这种老气的东西。都学什么了？唱戏呀、啊哦，各种戏曲呀、啊，不容易。包括我们自己最近研究的一个唱，估计各位啊可能很少听到。您研究什么了？耗子。没问题，咱俩拉拉手吧。你也是啊。我研究猫，我去。你轻着点啊。猫像黄汤姆。汤姆，对，还有杰瑞。不是汤姆杰瑞那个。哪个耗子呀？劳动耗子。什么叫劳动耗子？就偷东西的时候的耗子。那不还是那个耗子吗？哪个耗子他都不懂。嗯，劳动耗子，劳动人民在劳动过程当中根据不同的劳动调子哼出来一种歌，慢慢的形成了劳动耗子。好嘴皮子。哎，大伙儿见着那个川江耗子怎么回事？四川啊，到湖北宜昌到宜宾一千多公里的江段俗称川江。哦，纤夫拉纤，脚蹬石头手扒沙，风里雨里走天涯啊。坚硬的石头上留下了纤绳，磨砺出了一道一道深深的纤痕。这么辛苦。对了，头顶的烈日，哦，脚踩着泥沙啊，光着脚几个脊梁啊啊，他这个脊梁上口就说窄梁。对，光着窄梁，嗯，一丝不挂，嗯，这种感觉。哎，别光着脊梁就可以了，干嘛还一丝不挂呀？您见过拉纤吗？我没见过呀。大伙见过吗？啊，太好了，这巴掌真响。我跟你们讲一讲，纤、嗯、夫拉纤分深水和浅滩。哦，浅滩的时候没脚脖，嗯，就算你穿着衣服没关系。啊、深水，你这水都到这儿了。哦，你说你穿着衣服，穿着裤衩，那不泡糟球了吗？
哦，就糟去了。对了，你好家伙，你说你穿一貂皮裤衩，你往那水里穿那裤衩呢，对不对？弄钓上了好多鱼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弄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你穿什么裤衩到水里都泡糟去了。哦，糟去了。对了，你总在水里泡着，你就不就泡出各种洞洞洞洞洞。哦，那就糟去了。啊，成了霹雳裤衩了。嗯，我霹雳裤衩吗？这，所以说就没有必要了。一般来说，深水来说，你都是光着。这大老爷们无所谓的。哦，也是在这个山涧当中来一个啊、嗯、谁说拖一个呀？哦，您不用拖，您直接来就行了。这儿没水，不用拖。对，直接来就行了。加钱可以。哎呀，哪儿就可以呀、啊？突然间他一句话说到我的命门上了。那是一钱串子。哎，纤夫拉纤，凝望着远方的幸福，嗯，头顶的烈日，脚踩着泥沙啊。你撒撒撒 feel， 这谁的专场？这是来了啊！妹妹你坐船头，哥哥在岸上走，恩恩爱爱，前程荡悠悠。小妹妹我坐船头，哥哥你在岸上走，我俩的情我俩的爱在前。你干嘛呢？这是因为你这么胖的妹子，我怕船一边沉，我往这边给坠坠。他还怕我打偏秤了。这是那就应该有这么漂亮的妹子吗？那有你这样的川江耗子吗？哎哎，什么呀？你看看这说明什么呀？什么呀？会得多。别不要脸了！刚才说穿金耗子，这会儿欠福袋，不是出来了？你出来就好好出来，你不是出来一点？总给你倒倒啊，总得倒倒。嗯，没有妹妹，我记得。嗯，大爷也没有。妞，那就更没有了。老王，还喊到隔壁去了。这不是，我想一个词儿叫什么？同志们啊，对，想起来了，同志们。哦，就好多人，一人领唱，众人帮腔。我这一喊、哦，同志们，你得配合我。我怎么配合您呢？就是你来那一帮代表一帮人呢，帮腔。对的，哎呦，这是什么味儿？你要哎呦，那是一个人哦，代表众人，你就得是，就好比那个吃的很多，喝的很足那种，热热乎乎的。你这还挺难来的，这个对我掌握掌握。来，我来，我代表一帮人是吧？哎，对了，同志们哦，我说。不是你张嘴，我往下捅捅。来来来，这我这扇子，我跟你说，这扇子能捅。我这后台帮你往里续续。后台水果吃的。你都到舌头底下了，你这个也太恶心了。来了啊！好多了，好多了，顺气儿、嗯。同志们呐、哦，哎呦，加把劲儿啊！哎呦，出川江哦！哎呦，道一场哦！哎呦。不怕风哦，哎呦！不怕狼哦，哎呦！就怕雨姐，哎呦！大姑娘哦，哎呦！姑娘是个，哎呦！臭流氓哦，哎呦！你等会儿，怎么了？怎么说人家臭流氓啊？嗨，在那河边啊，要是但凡能瞧见大姑娘，绝不是正经姑娘。这为什么呀？一个个老爷们跟着咯啷啷当啷当啷的。啊，拉着欠的，对，出一个大姑娘，反正哎呀，这不能看，不能看，不能看啊！这是怕不能看清楚。对，没有大姑娘跑那河边的，都是老爷们儿跟着。你说赤身裸体的拉欠，大姑娘没有往那儿去的。但凡往那儿去的，绝对是臭流氓。嗨，可是这句话是开玩笑，而且他们的词儿都即兴的，看见什么唱什么，现场发挥。哎，对了，现场发挥。好，太有能耐了啊！这是大伙儿不常见的啊，穿江耗子。哎，还有那个耗子什么呀？大伙儿应该现在能瞧见的，就搬运耗子，搬家公司。这还有耗子吗？统一的制服啊，哎，黑西装、黑衬衫、黑领带，黑皮鞋，一身黑影，白手套。哦，手套白的。抬起东西来，走正步，一、二。您这不抬棺材的吗？搬家公司。搬什么家呀？永远的家。多吓人呐、啊！
不说这个了，这好不容易这么个搬家还有耗子啊，那个叫好心人一生平安，这不是在这儿说出来的，这个别的人家有工作服，这不是那种西装革履的，那是对了，也有那个，还有那工地上的杂夯耗子，杂夯耗子瞧什么，当然分新旧社会两种，怎么不一样呢？旧社会那时候哼出的夯歌特别的低沉，什么样，受剥削受压迫呀，啊，干活也没劲儿，那干啥，送哥们儿慢慢的干啊，哎嘿哟，跟炸油条的似的，流尽了身上的汗啊，哎嘿哟，不是杂夯，干完了这点活儿啊，哎嘿哟，上哪儿去吃饭呢，啊，哎嘿，没钱吃饭你就没劲儿啊，那边来了工头啊，哎嘿呦，这是干活的呀，干活加点油啊，走，哎嘿呦啊，好嘞，工头转身走了，哎嘿呦，我说您这反差太大了，工头都走了干活给谁看呢，这合着不主动啊，这个主要是干活他不给开工资啊，哦，那确实是受剥削受压迫，心里边压抑，那新社会呢，新社会就不一样了，怎么呢，哼出来的夯歌是慷慨激昂催人尿下，那是到了秦始皇了还是到哪儿了，咱来回这个吧，啊，来回这个，我跟你讲没问题，啊，就刚才那个热热乎乎那个，哎呦，这回不能说哎呦了，那什么呀，刚才那个哎嘿呦啊，新社会，哦，我还没气势，来，啊，气概气概，哎嘿呦啊，罢了，要说这演员太通人性，通人性是狗，得了大黄别急别急，我不着急，小别词儿啊是对了，嗯，工地上干活有这么平静的吗，不是这个，哎嘿呦，那力量啊，缺少力量，对了，哦，力量啊，吃奶的劲儿，又是太卖力气了，哎嘿呦啊，好好好，不错，但是还差那么一奶奶，这是差哪儿了，这你想想啊，新社会了，那时候你干活那美呀，啊，高兴啊，表情不够，对了，包高兴给自己干活，还得高兴自己翻身做了主人，嗯，哎，这美不等于犯贱，您怎么说话，美呀，啊，是一种乐的美，不是嘿嘿，不是这种啊，哦，还得收敛一点，心里美，好嘞，哎嘿呦啊，还差那么一奶奶，您就告诉我到底差到哪儿就完了，调门不够高，你这一喊啊，你知道吧，好几十个工地的哥们都能听见，大家一块儿，对了，哦，好，行，长调门，调门，哎，调门高一点，好嘞，哎，这工头说的，但是现在得是老板说的算，不是，你以前是在宫里当差，什么话呀，是去泰国做过手术吗，越发的讨厌了啊，我这怎么了，这是声音怎么叽撩叽撩的呀，您让我长调门的，长调门得出人声啊，我可是我都不是人声了，这你这一喊一听，你这个缺少喉结呀，我怎么了，我这是啊，你不能嘿嘿，你雄厚一点，像个男人一样，干嘛像个男人一样，声音像个男人一样啊，行，我明白了，掌握掌握吧，您这几个要求，对了，把你的雄性荷尔蒙都灌入你的脑中，我成大傻子了，别这么高调，讨厌，声音啊，对，声音调门，力量力量，美美，我跟您说呀，我就这样了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行吧，我也歇的差不多，他累傻小子来了，您看咱来一回，来一回，来了，嗯，干嘛呀，拉着夯绳，你当夯，我连搭腔带当夯，对了，你这好，你看这夯，看这夯绳多黑啊，我劳动人民光荣感，小胖手，
胖绳就得粗着点。来了啊，来，同志们下把劲啊，哎嘿呦啊，竞赛到了个考啊，哎嘿呦。哎呀，你踩我脚。不是我踩的，是夯绳断了砸脚上了。多损这人啊。我损就踩你一下脚，我胳膊都要失之交臂了。太损了，行啊，那咱不拉着行不行？多新鲜，你要真是拉着风我自己来。这样咱俩比划着行不行？好比是这样行吧。好家伙，那是那样的话啊，一人得有一句词儿。当然得有词儿，就是我有上句，我有下句啊，我有来言，我有去语，都能接上来。能接上，即兴发挥没问题。先来一来啊，听着啊，听词啊。一座大楼啊，高又高啊，对吗？对呀，盖大楼地基夯实，高又高。一座大楼啊，高又高啊，没有顶子。大楼没顶子，怎么了？那不成烟囱了吗？吆喝出来，那是烟囱啊。咱们这个图纸随时改是吧？哎，保不齐挖口井呢。哦，倒着了。看你有没有词儿。有，来吧。一座大楼啊，高呀，我上不去了。我是让您啊，这个唱的调门正常，大楼高高没关系。一座大楼啊，高又高啊，没有顶子啊，哎，那是烟囱啊，比烟囱小啊。哎，那是小烟囱啊，烟囱不冒烟儿啊，那是坏烟囱啊，为什么不修理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问问你二姨呀。我谁二姨呀？这是去问问就知道。你不问这个砸着夯子老追着烟囱不放。那你要真有词儿的话，正儿八经像干活来一回，早就有了。撸胳膊挽袖子，还真得像砸夯那样吧。对了，哦，拉着夯绳，好的，露出修长的胳膊。修长，那各位知道，修长都说大腿，他说胳膊。哎呦，我露出这根比你整节都长。长有什么用？长也不是山药。他这这么短，我这这神经病。来了啊！讨厌。拉夯绳啊！嗯。同志们，加把劲儿啊！哎嘿呦啊！竞赛到了高潮啊！哎嘿呦啊！歌声震天响啊！哎嘿呦啊！红旗迎风飘啊，哎嘿呦啊，你看那脚手架啊，哎嘿呦啊，高了高的入云霄啊，哎嘿呦啊，急急轰隆隆的桌喊，嘿，地动山也摇，嘿，高山能推倒，嘿，英雄们智谋高，嘿，开山有点作喊，嘿，搬山有老屌，嘿，汽车拉材料，嘿，用不着那人去挑，嘿，咱们俩打地基呀，嘿嘿，越级行越高啊，嘿嘿，打漏水不垃圾吗？不垃圾跟不二不一样。您那个尺寸有点省材料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不垃圾是啥，我猜的，反正就可能是小小的衣裙。人都说连衣裙了，您这还不让我。哦，好，行行行，拉倒吧哈。是东北方言来说，你多少到点你得会点啊，学习学习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没法跟人唠嗑，你马长枪破马张飞，埋了骨胎的，你不怎么办呢？也是，也不能一天二老的，阳了二正的应该是。你别跟我俩说话破马张飞的，你看你到台上就呜呜喧喧的，别给我这巴拉磕叽的。你怎么着？你还得水当尿裤的呀？不是怎么的？你什么时候学查的这个东北字典啊？东北方言咱也会点皮儿片的，这像样是吧？我有时候我也玩山啪叽，整的还行，不错啊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大黄也会这么多东北方言。嗯，你没发现东北方言特别的霸气吗？
确实说话挺梗的。真的，东北方言多霸气啊！啊，就是一般这句话，你瞅啥呀？你看这霸气的回应，这是官方回复哈。对，官方回复，你瞅啥呀？我瞅你咋的呀？跟谁俩的呀？不是，怎么还得有这种形体语言是吧？不是，这是一般人，一般人，一般人都瞅你咋的，气势摆出来。哎，真正的人瞅你瞅啥呀？那边瞅你咋的呀？就没有第三句了。为什么呀？当五分钟之后，一个人就住院了。哦，真动手了？那你看，就简单简单哦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到这块，别人问你瞅啥，千万别说瞅你咋的。那我就别说话，你也别说话呀。那怎么办呢？教你啊，说别人说你瞅啥，你就说我瞅你像我爸爸，表情表情不能输给他。我瞅你像他爸爸。来了大哥。啊，可能不在这边。别闹了，我外怎么都没，怎么你老给我套路里边呢？这不是我的主场吗？谁主场心里还没数吗？确实啊，我就是简单跟你普及两句东北方言，确实挺有意思，对不对？你看东北这种，比方说你要是换成别的地方方言，我觉得没有东北方言霸气。是、啊。到南方，比方说一句话吧。啊，哪句啊？南方说，啊，少说话，再说话把你头敲碎。不，这个也挺狠的呀。在我们东北就比较霸气了。东北人怎么说呀？别污了，再污脑瓜给你削放屁的。你看这些人都有霸气呀、啊，头敲碎，很苍白。消放屁，那不就是迷路了吗？什么迷路了？屁呀、啊！屁迷路了，从这儿出来呀？多新鲜呢！你这还能消放屁、啊？就是教你东北话的霸气啊，对不对？对东北我都感情特别的深，嗯、东北的火炕。哎，真的，我本是八零后，而今三十多呀，唱睡的是东北炕，用的是四方桌啊、哦、大小吃母乳牛奶我都没见过。哎，这个神态呀、啊、哎，你看打小睡的都是土炕哦，东北火炕啊，火炕那暖和那个。对了，暖和、啊、哦，暖和，东北话对，叫暖和，暖和、哎、上炕。哎，我们一般来家里来且了，快上炕头，炕头暖和。哦，那烧的热乎。对了，你看到你们北京行吗？北京怎么了？北京都是床啊，嗯，不能这么热情吧？家里来客人了，快快快上床来，哎呀，快呀，快。床头暖和，暖和。我们一般都是坐椅子，啊、坐椅子。现在没有我们这个热情，哎，是对不对？哎呀，后来那个韩国人要把火炕申遗，这事儿不知道大伙听说没有？把火炕申遗成他们的了。对了，火炕要成他们的，那乡村爱情是不是得叫韩剧？啊，那都是整容失败的拍的，那是。所以说，对东北来说，东北的可爱的动物知道吗？什么动物？东北虎。啊，傻狍子。哦，东北虎，那这国家保护级动物。对了，最开始东北可爱的动物就是傻狍子，棒打狍子瓢舀鱼啊，野鸡飞进饭锅里呀。要说你别瞧不起这没屁股的臭虫啊，哪有这句话呀，还真行啊。哎，这我也知道，过去来说是那个年代啊，你看一咬一瓢就能咬上鱼来，嗯，现在可能鱼少了，是啊，鱼可能天气再热，是吧？不爱出来，狍子也少了，鱼香。以前都是打狍子上山打猎，那个年代还允许有这个枪的时候呢。早年间了啊，早年间上打猎，狍子你要打不着它没关系，怎么？狍子特别的傻，怎么傻？对你烫一枪没打着，狍子嗯，什么声音？嗯，他会往你这走过来，刚才。是你打的我吗？啊？问你，大大眼睛，是你打的我吗？哎呀，哎，你说是啊，烫，再打死了就是了。这是确认后的眼神呢。就是
就是他是比较单纯，嗯，啊，就是忘性也大，好奇心强，这么个傻狍子。对了，东北代表动物东北虎，嗯，那是刚才您说了一句，霸气十足，那是。你要遇见东北虎，我怎么着？哎，好，那你可能够呛能活着回去了。干嘛可能啊？绝对够呛，这样就得跑啊！跑，你能跑过东北虎吗？你能跑过他吗？他四条腿，大黄虽然你也四条，哎哎哎，但是毕竟你前腿短呢。不是我前腿，我还是一摘尾的，是怎么了？对对，你俩前腿你短吧，你跑不过东北虎吧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第一就不能跑，不跑。对你跑，证明东北虎以为你怕他，他肯定先追你，你别跑，定住了。哦，眼神别跟他错眼神啊，知道吗？你但是你也就是真说你要跟他对视了，那就是别错开，你要不看他眼神你就躲着点，是不是？只因为人群当中多看了你一眼。我就成他的食物了。哎，你要看他，行了，别动，眼神死死的盯住他，别眨眼。你这，哎，这样的话，哎，跟东北虎啊对视5分钟、啊，怎么样？也许你就会死得很有尊严。对，那我还是没了呀。那必然，那是。那不像话了，赶紧跑。还跑的，你这跑不等着，跑也跑不了啊。就东北来说，现在都看不到了。对，对不对？都在动物园里边，哎，那个差不多了。东北虎那公园，哎，东北的动物啊，东北的方言语言，嗯，来到这儿来说特别的亲切啊啊！我的家嘛在东北松花江上，嗯，对，大理有满山遍野，对，在那青山绿水旁，门前两座大白杨，齐整整的篱笆院儿，一间小草房啊，哎哎哎呦哎呦，你也来东北住过哈？我也怕消防屁了，老有这个。其实他是北京孩子，北京的。对了，北京孩子来说，你看他这么方言就比较有特色了，说话懒，哎，这是特点。对，说话懒，永远是那个尾音啊，就是不爱说出来，就老有那个。不是，懒不等于喝多了，您知道？他说话就吃字儿啊啊，吃嘛去？你干什么去啊？你干什么去？啊，咱们你干什么去？咱东北你干啥去？他们这嘛呀？你干两个字都不爱说，对对，不爱提你干。不是，我们就是省字儿。对你这嘛呀？都这样的，嗯，吃了吗？都这样的，嘿嘿嘿，好，走颠儿了，就这老方言，颠儿了啊，儿化音居多。为什么东北京啊？不知道各位去没去过？有个地方叫大栅栏，哈哈哈哈，啊，北京人叫大栅栏。对啊，大烂，啊，不是大烂啊，大烂。你这北京南七环的口音，这是不是？北京哪有南七环呢？哎呦，你老乡来了啊！你说有就有。哎，到东北还真不敢谈杠啊！我这人就是随和，这入乡随和嘛。嗯，得有随和呀。应该有一个这样的态度，嗯，到这儿来就是这样。但是我们俩关系很好，是到北京来说这些年了，嗯，哎，去北京很多年了，十多年了，可不嘛，关系可以说是青梅竹马。您听听，您先等会儿，这不像话，人家都议论上了，青梅竹马说的是一男一女，那咱俩算青梅的交情。您就不觉得酸吗？大青梅呀。那大小也是青梅呀，忒酸了。那咱俩算祖马的交情，好嘛？那是俩王八，不是俩蛤蟆，这是。不知道你们家传的什么呀？这是不是我们一般的蛤蟆成王都叫祖马？哎呦，好家伙，王八土豆，土土土土，真别说，我还真看见了。你要不你就下去，要不就哪头？你哪头的？我说我们都要你哪波的？哦，哪波？我们说哪头啊？不一样。不是，咱别开车啊！别开车就，他们都是坐着高铁来的。就是说哪边哪边吧。对，哪，哎，你哪头啊？嗯，这就好多了。就是强化一下，不聊这个了啊。
不聊了。是不是咱都忘了这节目叫什么名儿了？都谁说的呀？啊，跟在这儿来说，就简单跟观众人聊聊天儿，跟你也聊聊天儿。我跟我说说，都不是外人嘛，普及普及。来的都是我的衣食父母，也就是他的爷爷奶奶。对，这种时候没有啊。到我这儿别搓两辈儿，都是咱的亲人嘛，那不假，交情好是两个人可以说是就是发小，他们都发小吧，撒尿和泥可以。对了，撒那是我撒尿，他和泥儿。哎，我呀，自己还做一面膜。哎，海藻泥。哎，行了，脏不脏啊？谁拿那个做面膜啊？人多少年的交情了，年头不浅。现在呀，每天也探讨业务，一聊聊到好几点，都是工作，可以说是促胸长谈。你啊，促心长谈，不是随胸所欲吧？随心所欲，推胸致富的吗？我就说今天我说话省事儿了。来来来，要不上来咱群口啊，推心置腹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咱应该比较内在的。是啊，您说的太外在了。交情在这儿呢。哎，大伙儿不太了解他，我了解他。是啊。对了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俩一聊都聊什么呀？聊过去、现在和将来。将来，将来你干的啥呀？都这样问他。嗯，但主要是还是岁数大了就爱怀旧，上岁数聊了小时候，对对吧？小时候那时候总就小时候总是好奇的问呢，妈，我哪来的呀？都怎么问过？对不对啊？你垃圾桶捡的，啊，你充话费送的，哦，我跟隔壁老王借了一宿，那就不打算还回去了吗？把你借，到时候你就还回去了，这太开玩笑了，这个都那样嘛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我妈就说我，你垃圾桶捡来的，真这么说啊？我妈带着你看看，有一生气吗？啊，指着垃圾桶，这就你妈，还真带你去了。这生气的，他这样，这就你妈，知道吗？以后别管我叫妈，要现在我就要问妈，我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？嗨，您这会儿才想起来呀？谁说的有毒垃圾？哪有毒啊？这实在是回收不了了，这个。哎哎，你那时候不这么样吗？我跟你不一样。你我什么垃圾这那的我也不问，垃圾桶我也不说。不是，我就知道我不是顺产。对对对对，他是那个剖腹产的。对，因为说什么呢？剖腹产吗？你才是那个呢，那剖腹产，剖腹产。哦，东北有口音。都没有，我们的嘎就是说剖腹产的。那你要那么说应该是剖腹产的，那是正经东北的口音，知道不？你别管这废话了，剖腹产。对了，剖腹产的。对，哎，而且他生出来之后他爸异常的珍惜。嗯啊，就这么一个小宝贝儿。对，您有点小去了，那个啊，怎么比划呢？那个这小孩就这么一大个呀，这么大的啊。哈，请大师来给起名。大师端详了半个小时，给出了八个字的。哪八个字？奇丑无比，不易其名。这大师说相声的吧？这是不是告辞？哎，你赶紧走啊！这哪有提这八个字的呀？当时不容易啊，对不对？孩子长大了是错不了嘛。上小学的时候，你就展现出人优秀的一面。我有自己的好的地方。对了，小学时候班会一说表演个节目，准有人家。必须的啊！你个必须。哎，对，东北必须的嘛。带颤音了，对不对？那老师一点名，看，这个李雷唱个歌，李雷韩梅梅跳个舞，这黄金搭档这是。郎鹤炎，我银枪伺候。哎，别的呀，表演节目，人家唱歌跳舞，我来不了。对对对，老师后来后悔，哎，对对，郎鹤炎来不了这个，对，他没有脖子。哦，对对对，老师，这跟那没关系啊，就来别表演节目啊，咱不能要性命，得换一个，对对不对？胸口碎大，那以后怎么推胸致富的呢？哎，我发现老爷你今天挺机智啊！今天盒饭吃多了，挺睿智的样子。没有胸口碎大石这个，是不是表演节目啊？对，反正这些东西人慢慢都厉害啊，强项。但是你要说学习，完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对，文化课这不行，一考试对他来说就是让他知道班里一共有多少人。合着我是最后一名。每次考完试，老师都温柔地跟他说：“把你爸给我走来。”
都这样。这是一个东北老师，他一说找他爸，他的劲儿来了，一拍胸脯，有事冲我来，别吓唬我爸。我还替我爸扛着呢，这个。老师，你看嘚瑟嘚，你爸一会儿来，我给你头发给你薅没了。我打小就是秃子呀，真就这样的啊。他爸来了，老师，你看，老师怎么了？你看看你儿子考的，语文12分，数学0分。哎呀，他爸爸生气，狼和烟。哎，这是你考的，是语文12，数学0分，你有点偏科啊。我爸缺心眼儿吧？啊，老师放心吧，今晚我回家要二胎去。哎，对，不是这就不要我了，我走了。等会儿。好家伙，怎么还提了这裤子就走了？这个，这是怕在这儿止不住啊。哎，对。怎么这干嘛呢？这是老师，就是说，因为他学习不好，啊，他爸妈总打架，跟我两口子打得噼里扑隆的，什么打到一块儿，真也出手，是吗？啊，他爸爸来了一个猴子偷桃，他妈来一个双龙出海，这俩人这招怎么拆出来的？这是可能使反了，反正就打到一块儿了，真是后来真打急了，他们给他妈真打急了。行，老狼，嗯，你这样对我，我妈还真这么叫我爸。行，你这样对我，今天我就让你尝尝失去亲人的滋味。嗯，说完拿起一瓶敌敌畏来，啊，知道，打开这个塞儿，张嘴，哎，灌我呀！他爸爸都吓坏了，一把就给抢过来了。你干什么？就是的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你听听，半瓶够了。对。没有，你留着半瓶给二胎呀？哎，不要，万一也像他这个奏性呢？那您就甭要这个了。俩人抢来抢去，都为弄死我呀！那你爸妈打了一辈子，为什么不离婚？那是疼我，因为谁也不想要你的抚养权。您几位别听他胡说，我们那老头老太太疼我着呢，他是杜撰的，这都是撰的，我哪有那么多杜，撰什么撰啊？确实，来这疼他我也知道，对，他爸爸疼他就跟疼亲儿子一样。您听听，不像话啊，压根儿也是亲生的，就是疼跟就是比一般家长都疼，过之而无不及。每天啊，就是甭管刮风下雨。他爸爸送他上学放学，有接有送。对了，有一次8级大风，9级雷暴，10级阵雨，这是哥斯拉要来了是怎么？啊，一般家长都这天别让孩子去了啊，再淋着再刮跑了，对不对？是。他爸爸说不行，今天就算下刀子，我也背着你去。对。拿我当案板了是吧？不是，背着也得上学，你得保护着我去。对，就那样。有一次下的特别大的大雨，他爸爸接他去，哎，就带了一把伞。这时候看出父爱的伟大了。怎么了？啊，对啊，这爸爸拿一把伞，儿子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你看你占我便宜，他妈，你还演不演你？占我什么便宜你？别，我这人就是职业病，习惯了。儿子。哎，冲那边，儿子，爸爸抱抱。哎呀，现在这是真下本儿啊！哎，我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？我来东北，我一直洁身自好的。开玩笑了，这是够下本的。那个。就是我自个儿表演啊！哎，你早应该自己来啊！拿着啊，儿子，就一把伞，来，这伞给你，你打伞。爸爸，你呢？啊，我打车。没听说过，让我打伞，我爸爸打车。打车，呲哇哒。这车是呲出来的，是怎么？那时候哪像现在啊！一挥手来了一辆什么劳斯莱斯大车什么的。嚯，那也够大气的。那时候都自行车。嗯。他爸爸骑着大28自行车。我爸骑28。对了，儿子上车。哦。他往车一坐，坐好了，他爸爸一个，哎。哎，再瞧他，哎，怎么栽泥里去了？
多新鲜！那后边有，您就别空手道了。这个，赶紧给他拔出来，把他那光头栽里边了。我没头发，水跟泥还糊得严严实实的。我说拔他，拔，才给他拔出来。拿我当萝卜了啊！拔出来，哎，他这哇哇哭，哭，他哇哇哭，别哭，别哭，别哭，我这棒棒糖呢？哎，掏出一棒棒糖，哎，老哎，等会儿，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我已经不想哭了，我就想问你，别忍着啊！不是，我没有，我也没盆着，我就想问你，这个棒棒糖，这个从哪儿拔出来的？屁兜，屁兜啊！屁兜怎么会下雨啊，多少带点水音儿，带点水音儿呢，这屁兜还存水，多新牛仔裤，它合理，越招水越紧、嗯、啊，来儿子，你看棒棒糖，张嘴、嗯、哎呦，哎，你看他不哭了，我说老师让我来银枪伺候呢，来来来来来，坐这坐这坐这，坐好了，坐好了吗？别骗腿了，来掏裆，好嘛，不骗腿掏裆。对了，那怎么骑呀、啊？怎么骑？左手把好把，右手把大梁，刹车脚点地，下雨算个屁呀、哦！嗷嗷蹬啊！蹬得真快，还对，那时候你别看狼和眼小，嗯，但是他可不缺心眼，是多新鲜他，不是，就说人家聪明啊，怎么了，知道了爸爸在前面蹬着车子被雨淋着，嗯，赶紧他想举这伞啊给爸爸也打着点，就这一把，但是他那时候个矮，嗯，比现在也就高一头，是不像话啊，我还抽抽了是吗，比现在矮一头啊，矮一头够不着啊，嗯、啊、够不着，脚下一蹬坏了，怎么了？脚啊，插到这个车轱辘里去了。哟，疼的他都不敢喊。嘿，他不喊呐？你喊棒棒糖不掉了吗？早晚我也是糖尿病，我知道吧？对，随你爹。嗯。得亏我爹眼神还不错，偶尔也颤抖。嗯。哎，这是病啊，你得治啊。行了，说不说？讨厌的。说什么呀都？对，说这棒棒糖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快去，这挺甜的啊。对不对？疼他不敢喊，但他爸爸感觉到了啊，是啊。蹬着蹬着怎么蹬不动了？这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呢？站起来蹬。对啊，嚯！站起来，这是亲爹吗？这个发现的时候他都休克了，这都病成这样了，腿磨到大胯。那就没腿了，那个他爸爸一看这怎么办，赶紧往医院走吧，上医院吧，对不对，心里边着急啊，嗯，出事儿了，怎么了，前面有一个大水沟啊，没瞧清楚，要说是迟那是快，车子可就过去了啊，但是他爸爸身手灵巧、嗯、一个后空翻转体两天半，对，哎哎，转体两天半呢，下来了，没那么夸张，多少，顶多两周半，两周十四天半，对，哎，七天一周那周啊，那不饿死了吗？废话了，受得了吗？就两圈半，对，两圈半，哎，落下来了啊！再瞧他跟车掉沟里了，哟，他爸这，哎，这孩子怎么不下来呀？我都没腿了，我怎么下来？哎呦，真是的，赶紧吧，一个前空翻，两天半再翻进去，就别往前翻了，捞他呀！啊，捞，都捞的。路人们一看呢，这人掉里边，赶紧下来也帮着捞，一边捞啊、嗯、一边劝他爸爸，怎么劝的？先捞孩子。对。我爸爸捞车呢，他把我车租的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您这可以了，您这是，这都真事儿。谁说是真事儿了？这是，我没拦着您，不代表我不恼您，您知道吗？这打台上来上这说的，这都是人话吗？嗯啊，您让各位听听，哪个父母哪个爹妈这么对孩子呀？不是怎么了？你到这儿了，你这气焰嚣张，你羡慕嫉妒，你还是恨我呀？主要是后者。张鹤伦，你是不是没爹呀？没妈，你是不是没家呀？啊，太好了，今儿咱在这儿来一回，咱找找2019张鹤伦寻爹哈尔滨站。因为我们昨天在邯郸没有找到，所以我们特地来到贵宝地，看看有没有想当张鹤伦爹的。
哎呦，你看这一楼这是熙熙攘攘，二楼有没有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呦，二楼人更多了，你看那边那个摄像大哥，你。行了，可以了。干什么？什么妈妈爱我呀？你收拾吧啊！还妈妈爱我呢？干什么？上话吗？能不能聊天了还？谁跟你聊啊？是巡爹专场啊？今天是第十一站吧？好好聊，我这不说两句话，怎么还生气了？废话，还掉脸了，你看到没有？那谁，伯父给他一正脸。好好的。没有你这样的。这个聊天，我主要羡慕嫉妒恨您嘛。您哪，您这没有这样。生在蜜罐里的孩子。我北京长大的。真的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那顶在头上怕吓着，含在嘴里怕咽了。对。孩子都。我还是棒棒糖啊，这是。怎么就棒棒糖了呢？含到嘴里是怕化了，怕化了，真是那样的。要猩猩不敢给猴子，对，老词儿，动物园啊，要猩猩不敢给月亮。我们那时候，我东北孩子呀，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多惨啊，要什么都没什么。不是，过年了，我跟我妈说，我说妈，我过年了，我这鞋都坏了，你给我冻脚。我妈冻脚啊，嗯，等开春就好了。还有喜欢我的这么多的朋友啊，哎是，呐喊声这么多，对，真是感谢各位。但是呢，上台来要再说啊，也得简单的做个自我的介绍，还得说说。有认识我们的啊，也有不熟悉的朋友。哦，保不齐人第一次来到德云社呢，对不对？干嘛呢？拿腔拿调的。哈，所以说呢，不一定都熟悉。啊，先介绍一下，是啊，我叫张鹤伦，啊，嚯，你这不值一提，大伙儿都会这句了，哈哈。旁边的啊，老师得隆重的介绍一下了，不要客气，20个字来形容他，这么多词儿啊，他那真是如雷贯耳，哎呦，不敢不敢呐，皓月当空，过奖过奖。名驰宇宙，哪里哪里，晃动乾坤。哎呦，这都是我吗？这肯定不是。谁用你说这句了？看你自己都不敢承认，没有办法啊。我这自己嘀咕呢，您别给我这贬着。很熟悉你啊。哦，是啊。啊，听着大伙的掌声，对不对？当然大伙给我鼓掌的前提下，还有那么一奶奶的掌声是送给你的，我感觉到了哈。你瞧您这话说的，你看，您听听，啊，谢谢大伙给我的掌声啊！我不要脸呢，因为一上来，你看大伙吁你呢，听见了吗？还笑话你？不是，您别骗自己啊！我骗谁呀、啊？您这说掌声热烈到我这儿全是虚声了，就听还听不出来吗？听什么呀？听谁的专场？那写着呢，贺翔的专场。哪有您呢？贺翔什么关系？我也纳闷了，我以为壮壮骑着摩托来的，跟千里还跟严贺翔没有关系。我谁的专场？伦比的专场。那还比不比呀、啊？不是，咱俩不是您别咱俩，您老说您有掌声，我没掌声。不是，我叫张鹤伦。是不是这回觉得好多了？我说我叫严鹤翔好了。谢、啊、谢。我说我叫严鹤翔，这么多的掌声，你怎么能是严鹤翔呢？我才是严鹤翔呢。你上那电视上看看去，那字幕打的，你瞧瞧，生气。那你叫什么呀？你到底叫什么呀？我叫郎鹤炎。瞧瞧瞧，你们哈这一个臭捧哏的，你们这么多掌声。什么叫臭捧哏的呀？啊，还好，好家伙，大伙儿捧。我看看谁是郎鹤炎的观众，我看看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有喜欢他的吗？还真有，哎呦，还真是啊，好多的女观众都奔着郎鹤炎来的哈。是吗？哎，你好。行啊，好，那是大哥都喜欢我的吗？啊，大哥也，大哥是喜欢他吗？你看，就你突出的这事儿啊。嫌你啊，大哥，中气十足啊！送你一个成语，什么成语？叫迎难而上。
叫什么话？这叫难上加难，勉为其难。我们是知难而退啊。都是捧你的吗？也不全是，我觉得不是啊。捧他的观众啊，可能还没有进剧场。对，那么说哪儿啊？他都在剧场外面蹲着呢。那干嘛上那儿待着齁热的？等着买黄牛的票啊。还有这个票？对了，就为万高价票捧你吗？哎呦呵，不值当。王老师身份地位都在这儿了。没有没有，今天来的这些位朋友，我觉得也是对我们有点熟悉啊。那知道点儿，主要是支持郎岩老师。您太客气了。姓郎，名鹤，字鹤岩。对，那什么名字呀？郎鹤，字鹤岩。郎鹤鹤岩，你看看大伙儿，你上网搜一下郎鹤岩，有的观众人都不知道你那个字儿哦，你基本上都把他那个字写错，都是撒谎。哎，有的写的郎鹤烟。哎，郎鹤烟。对了，有时候写成烟人，郎鹤烟。哎，是是是，烟人那是张翼德，那是。就说写撒火的有没有？啊，有，太多了。这不是撒火的，四个火的，都有。四个火也有。对，都是喜欢他的。对，外号呢叫大黄。啊，是。都知道吧？其实这是一个狗的名字。那么说，您不用说这句。不说能知道吗？你听，你看看他外号叫什么？你瞧瞧，你观众捧，但是主要看这大黄来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要看小白来的。听话听话，大黄。哎，小白，喜不喜欢吃青椒？嫌你啊，是不是嫌你啊？干嘛嫌我呀？这么多人嫌你啊？不是嫌我，没您这么说话。别说了，让少说吧。听话啊，这不是听话。大黄，听话啊，来这么多朋友，来朋友你就。坐，乐，好，蹲，蹲，蹲，大哥，秀，秀，大哥，掉，掉。今天啊，没带狗粮。小白，捡回来。是不是给你脸了？谁给谁脸了？这晒脸是不是有点晒脸了？你就戴点帽子，晒不着脸。观众人家喜欢的你的外号就大。喜欢外号没有您这么调侃的。三言两语不让大伙对你有个这印象的加深吗？就缓气缓的这份儿上了，愿意管着吗？谁管你这个呀？想离你近点，跟你套套近乎还不行吗？离我远点，小心我咬你。郎老，别别别，我一人上就可以了。你给孩子吓得叽撩叽撩的，你看。是我吓的吗？听话吧，啊，好了，乖啊，行了，孩子啊，妈妈把他抱稳了，好不好？啊，都能感觉到啊！你一听那个笑声，今天还来了很多的小朋友。哎，小朋友，小朋友还来听我们的相声。对。哎，您这句什么意思？这我们的相声有一句话是孩子能听的吗？这说笑逗乐怎么不能听了？确实啊，能听。反正孩子是好孩子，就不知道家长怎么想的。啊这越说越严重了，是吧？咱能感觉到 啊，对不对？现在好多小朋友们也喜欢咱们啊，都喜欢听哈，喜欢郎鹤炎、郎老师。不管你们喜欢，后台人缘也好，我还行。这得隆重介绍一下郎鹤炎郎老师。您好好说啊，主要是为什么优点这么多呀？啊、就是因为有钱。对，哎。是吧？您这么说的，哎，你看人人缘好就在这儿了。哎，主要是人缘，对吧？人家有的是钱。你看德云社，你光知道我师傅有钱，郭老师，对不对？有房有车，房车、对，后宫佳丽不提了啊。大家就说，您就少说后边那个吧。对，就是说人家有钱啊，但是来说，我也没多。郎老师也有钱啊，没多少，但是不是他挣的啊？他这个年纪，他这个岁数，是能挣多少钱？挣不了多少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回事？今年来多大岁数？我今年三十八岁。三十八岁了，哎，跟大伙说一说，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吗？三十八岁就长寿了？老话说，三十八岁土埋到脖子了。
这什么老话啊，人都是五十多岁六七十的土埋到半截了。对呀、啊、你土埋到半截，你看到你这儿对不对？我也不知道他这手是坐电梯滑上来的，您看看啊，土埋半截。哎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我为了配合你彻底都没过去了，好不好？土埋到头顶的人。埋到什么头顶啊？土埋到天灵盖的演员。没听说过、啊、那还能呼吸吗？那个就说您说什么呀，三十多岁了啊、嗯、虽然说在三十多岁在这个相声舞台上成就来说啊、不是特别的突出，嗯，对，在捧哏演员当中也是仅次于于谦老师、孙越、栾云平、阎鹤祥、杨九郎、周九良等等等等、对不对？合着我就是个诈骗的是吧？哎，别这么高调、啊、这是高调吗？这个但是为什么如今还能站在这里啊？因为有腿，有一定的能耐，您好好说话吧。一定的水平，嗯，对不对？您这受的教育也高，哎，这不假。家里边帮助他来到这个舞台，嗯啊，在台上说谁要不喜欢他，来拿钱怼。谁说的呀？拿钱怼死他！没那么多钱，也不干这事儿啊。这当然不是他挣的啊，都是他的父亲们，在这方面。您等一下，您等一下，您等一下，我父亲别加门呐。家门显阔呀、啊，家门我上谁家呀？我这是，不是就你的上辈吗？好几个吗？您说上辈们可以，这父亲没有复数的呀。就说你的这些爸爸，哪些爸爸呀？你看还包场来了，你看看、啊，爸爸们，你们有点累了啊。这不是我说的呀。不是您说谁说的呀？就是。你父亲那边不哥好几个的吗？哥好几个，那也不都是爸爸呀。就说有好几个人攒的这么些钱啊，是这对传到你这儿的，一辈一辈传的，一辈一辈传，嗯，传到他父亲这儿啊，房产家有的是钱，祖上的。在这儿啊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怎么呢？到北京怎么了？好家伙，干嘛呀？这是打听打听，打听什么呀？京城，哎，京城狼八爷。这不奇怪呀，这个对不对？哥好几个大排行，对的，第八呀，京城狼八爷啊，知道你打的京城狼八、哦、也许啊，也许咱们石家庄这儿有知道的，知道京城八爷，知道京八爷，知道知道京八呢，能不知道？你爸爸京八，你妈雪纳瑞，你们家一家萨摩的串，我夸你呢，你干什么呀？你祖上都是秋田们。你看，大黄的大黄，你还装什么柴狗啊？你别来这套小白啊！不是，就说你什么都不是。京城八爷，京城八爷可以，别京八啊。北京人儿化音吗？北京人儿化音就说到八这儿上了。对，今儿八爷。您这舌头是让鞋带系上了吗？仨字儿全是北今儿八爷。我也不知道是哪个人儿，您看，京八爷，京八爷，京八爷，对，对不对？京八爷，好家伙，兜兜齿这个，还是狗那是，不是有一点地包天儿？没有地包天儿，还地包天儿，地包天，兜兜齿儿。我老觉得你有这血脉，我不行啊，这么着，慢慢来。都是他爸爸有认识的，是住在北京啊，著名的一位妇科大夫。我爸爸还是妇科大夫。对了，在妇科上有自己独特的建树。哦，是啊。对呀、啊。哦，你上现在你上医院啊，你去瞧一瞧，怎么样？好多的妇科大夫都是男同志。哦，这也是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爱琢磨。嗯，你看，哎，这琢磨琢磨。琢磨这个就是医学结构啊！哦，您把话说全了。哎，你看北京啊，啊，北京那个肛肠医院成立那天，对，就有他父亲。肛肠医院成立那天，妇科啊，是肛肠科还是妇科呀？肛肠医院就没有妇科吗？不是肛肠医院妇科，您这太牵强了，这个也有啊。啊，行。后来发现到那医院发现什么呀？到那儿先交钱。后看病、啊、这不都这样吗？没钱就不给人看病吗？这按流程走啊。没钱就不给人看病吗？哎呦，干嘛呀？这是救死扶伤，说的谁呀？谁？你爹呀。
干嘛这么狠呢、啊？这是，老爷子瞧不惯这制度。我爸爸不喜欢。对了，自己不干了。哦，哎，自己开了个私人诊所，私家的，自己坐台，嘿，给人家看病。坐台？不是坐一台子那儿？不，那不叫坐台，那叫坐堂。哎，对，有一台子。嗯。啊，往这一坐。对。哎，看病啊。您呢？您呢？您呢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您开到这儿。不是有这个吗？看病啊？干嘛呢？这是还甩着手绢的个？哪有手绢啊？这不是手绢吗？这不叫这个病历表。病历表？你来这看病，你不得填个单子吗？啊，对不对？姓什么？姓郎，叫什么？郎鹤炎，对不对？姓别。我什么时候上妇科看去了？我举个例子呀。这比方不好，对不对？都得填单子呀。啊，是是。老爷子往这一坐，嗯，哎，来了，看病啊。不是，咱拿单子，咱就这么拿的，没有这样的这个。他这手绢是软的呀，手绢软的，您别学，您拿扇子学不行吗？拿扇子，对，扇子是硬的，哎、对的哈、啊。看病啊，一样啊，这个差不多吧？这跟材质没关系了，我看。对不对？给人瞧病，哎哎，当然了，有的人啊，他比较就是各色，怎么了？一瞧啊，你看这是男大夫都不好意思。哦，那他能怎么着？是不是啊？有的你看一进来一看，大夫，大夫，看病。他妈我一看，啊，没听清楚，得病了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别忙，给你看一看。但人家一看，哟，怎么是男大夫？那我不看，我走了。他爸爸一看走了，想走。别走啊，小娘子！这为何歇你爸爸？他就这能儿着呢。留这是我爸爸，留住了啊！我爸爸跟老流氓似的。那你说你怎么留？您留您就您别走，您稍待会儿，您看他那个。别走。不是干嘛呢？这是刚开始已经跟他话聊半天了，这就得癌症了。语言聊，您别走，我是就是这样的病人，他爸爸就是用语言留了好多都留不住。您别走，我您放心，我不是什么好人。对啊，我不是什么坏人，我就是一位大夫，虽然说是男性，没有关系啊。嗯，但人家不好意思，那不行，好多位都留不住了。那是到这会儿，他爸爸一看不行了，嗯，这得留住了，这位看不着走了，就完了。就这么快、啊、这病发现就晚期。哎呀，赶紧留住，别走，别走。哇，您这太吓人了，这别走啊。嗯，放心，哎，把门一关，倚着门，怕什么呀？就这样，谁不怕呀？别怕。嗯，你这病啊，大概齐我瞧出来了。哦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怎么样？你应该是。腮腺炎，腮腺炎。对了，大腮帮子，大腮帮子就是什么活鱼签，活鱼签不是大腮鱼签，腮鱼大腮帮子差不多。不是您说那叫甲状腺发炎是吧？就这腮腺炎是疼不肿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甲状腺啊，对甲状腺。对对对，来到这儿是吧？别慌，别慌，来，我给你瞧瞧啊。来，先给你号号脉。哎呦呵，还是中医，把。衣服脱了，嗯，您等会儿，号脉脱衣服啊？号脉不是穿着羽绒服吧？那有这穿着外衣呢，对不对？羽绒服，来把衣服脱了，哎，瞧着，哎呀，哎，不是你这个，哎，我说您先等会儿，您先等会儿，您这叫号脉呀？您这个腮帮子呀，你瞅瞅。都肿成什么样了？这是腮帮子，大腮帮太大，你这肿成这样了，你说这下垂的，你看看，好家伙的，腮帮子都快成巨灵神了。哎呦，巨灵神也不是腮帮子大呀。好家伙，你这个哈，你行，这个没事没事，还没事。哎，别慌，哎，别慌。哦，行，把衣服穿上。哎，这是一件套头的帽衫是吧？为什么是套头？多新鲜！您这儿这么号脉，这衣服这么穿的，脑瓜子在哪儿呢？这是他就是给他披上点儿哦。爸爸简单刷刷点点几副药，几十块钱
这么便宜？就几十块钱的事，你到别地儿，几万块钱也是他。不，这就几十块钱。对了，要不说救死扶伤，说的谁呀？谁呀？你爹呀！我老觉得这不像好话呀，这是。就是这老爷好人就在于这儿了。那是好。当然了啊，有的人也是进来，大夫大夫，我看病，这是正常啊。看病，但是我没钱。有，那没钱啊？他爸没看，没钱。对，没钱啊。我说了没钱了吗？没钱，你没钱，你怕什么呀？没钱，你还来，你先进来。不是，我没钱，你先进来，你进来，我给你钱。对，来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人家穷没钱看病，你爸爸挣那么些钱有什么用啊？不是，这没钱的给人家怎么了？救死扶伤，说的谁呀？谁呀？我爹。给人点钱怕什么呀？好嘞，你先进来，来。不是，但是这么一说，很多病人都害怕，多新鲜呢。啊，大夫，那你要这么说，我不能进去，我走了。走，爸比哥想走。小家子，这是看病的必要流程。留住了吗？那肯定留住了。那个，哎，刷刷点点，几副药，几十块钱的事儿，又是小方子。不在乎，哎，给人200块钱打车去，来个路费。嘿，你瞧瞧，吃饭住宿都解决了，好样的。啊，有那老太太进来，大夫，大夫，看病，但是我没钱。哦，他也没钱。你爸爸一听，没钱啊？进来吧，死去。对，哎。怎么这个让人家就走了？不是，老太进来，老太太80了，80怎么了？80要怀孕，嗨，这不是玩笑，这不拿你父亲找乐吗？对呀，老爷子累了3天，没有效果。不是，您说清楚了，怎么累了3天没效果？经络、骨骼适不适合怀孕？哎呦，验血、验尿、验大便，全给看了，给老爷子累的，后来都不行了。老爷子说了，老太太，我跟你说，验血、验尿还行，这大便我实在验不下去了。嚯，你脏不脏啊？怎么了？什么叫怎么说话呢？这化验不下去了。您把这话字加上啊。您前面这两项都不合格哦，这大验大这不行了。甭说大雁了，你小雁也咽不下去。说错了，这个大便，波哇便，也不知道这字儿怎么发的音，对不对？咽不了这个了。甭拿我们的开玩笑。是，哎，老太太走掉了，身体机能达不了。当然了，不是说所有人来了都不好意思。还有什么样的？我得的正经妇科病，我怕什么呀？这哪有不正经的呀？别胡说八道。你不知道，就说有的人什么正经女的，我得了正经的妇科病，我看病是怎么了？凭什么就得扭扭捏捏的呀？啊，这好意思，性情直率。对，来到这儿，烫了一脚，嚯，把门踢开了。要啊，一进来，大夫，看病。来，号脉，来。号脉，快点的，我知道。这个病人对流程比较了解啊。你爸爸一个干什么？你干什么你啊？啊？这你要这样，我不给你看啊。我爸不看啊？不是，看病。来，大夫，号脉。你太粗鲁了，知道吗？你要这样，我不给你看，我走了，想走。好，太好了。小男子，我爸也遇上天敌了。留住了啊？那能留不住吗？那个，好家伙，哎，10分钟。哦，10分钟怎么着？看完病了？哦，好，看人家走了。嗯，你看你爸爸含着眼泪数着钱，这都是我的血汗钱。我爸爸就指着这个挣钱呀？啊，人家病人也是安慰他啊，抽着一根叫什么事后，不是那个叫病后烟。术后烟？哦哦，对，我不懂这个专业名词。你懂的我也不懂。叫什么什么烟？术后烟。瞅着啊，哎呦，这一口一根啊，这是，还说像于老师，这是不是啊？于老师是这样，这是都嘬到肺里了，这是。于老师抽烟得看手机，
朝来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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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怎么意思？这是这是那个烟头掉手机上了，少来这个啊。嗯，哎哎，没事没事。哎，这是于老师啊，您女的抽烟哭什么呀？行，医术不错哦，下回还点你。我老觉得这不像是医患之间的关系，走了啊，走了，这就这位很彪悍的就走了。对了，哦、要说救死扶伤，说的是谁呀？谢谢各位观众，不光观众都知道啊，附近的百姓们、老百姓、邻居们都知道了。哦，知道就知道了。给老爷子送一块大匾，不、哦、是啊，上写四个大字，写的是“妙手仁心”。别介呀，人心、啊、妙手人心。不，我东北人，我说话有口音。就这一个字有口音呢？那您那妙手跟心呢？对呀，我说东北说话没毛病。怎么没毛病啊？妙手人心，东北人嘛，妙手人心。行行，好好好。啊，对，老爷子好人一个，真是。哼，哎。就这么好的一人，怎么样？到五十了啊，五十还没成家。不，这为什么呀？还天天耍流氓。嗯，啊，天天把工作忙，忙于事业，没时间顾得上自己的儿女私情，也不爱这个。这事儿惊动了哎，媒体界，媒体界，广播呀，不是报纸，不是啊，就是那个媒婆体育宣传中心。这俩行业挨着吗？这文体还咋说？媒婆体育宣传中心。对，啊，媒婆人跳完广场舞，说打打乒乓球，打打羽毛球的。打打乒乓球是这么打呀？乒乓球，乒乓球怎么了？扣杀。乒乓球扣杀不这么扣吗？哎哎，人家是大臂回环扣。大臂回环不是体操吗？你懂得怎么太多了你啊？那确实是媒婆体育交流公司。中心哦，中心。对了，媒婆给你爸爸介绍了这么一个啊。怎么样？哎，你爸不挑。是啊，不挑，能生孩子就行。那这嗨，也没那么夸张，对不对？那个年代无所谓。嗯，对不对？主要是为了事业啊。反正这不孝有三嘛、啊、无后为大。对对对，能生孩子就得了。对，跟那边也不用见面。哎呦，那边同意就行了。嘿，那边一说真同意了啊。爸爸这边开始准备吧。哦，大办红事儿。是是是，大红的灯笼高高挂，那喜庆，大红的喜字儿。哎呦，你这就这么点儿啊？中间的窟窿就这么点儿。好家伙，您别学窟窿。喜字贴满了窗户。嗯，哎，弄好了就八抬大轿。那会儿都讲究抬轿子。那轿子、嗯、那不是一般的材料。这什么材料啊？金丝楠的。嚯，上黑漆。我说，哎，兄弟兄弟兄弟，你等会儿。刚才您说金丝楠，我就有点犯嘀咕，还上黑漆，怎么了？这仿佛是棺材呀、啊！里边上黑漆，我没问里边，外边呢？防止这虫吃鼠咬，外面红的呀！你说清楚了，红彤彤的呀！哦，红彤彤，对不对？抬起来，一头大，一头小，嗯，往前走，那就是棺材，上头小，下头大，四平八稳，那把棺材立起来了。你没见过棺材吗？我见过呀，我没见过立起来的棺材。啊、不对不对，你没见过轿子吗？别胡说八道，棺材轿子都见过，没见过这样的。你没见过轿子吗？我见过轿子。什么样？像这上边下都一边大。那是小轿。还小轿？对，那是小轿子。那大轿呢？大轿子四匹，好几十个人抬的，上面削削。好几十个，不就八个人抬吗？四平八稳。是十六杠，十六杠。对了，十六杠，知道吗？前面十六杠，后面十六杠。哦，十六个人抬着大轿子，嚯、哦，又加倍了，又。对了，上面比下面削削窄那么点儿，这么着抬起来，底盘稳。行行行。啊，你这当然这么大的轿子，你说这个人有人说了，这多大的风一吹一掀开，那新人的脸不都脏了吗？那都是呀，有轿帘啊。你看人家不用轿帘，干嘛呀？轿门。轿门。对了，哎，推拉门的，嗯，那不就是棺材板子吗？
还推拉门干嘛呀？叫门叫什么门啊？就是那个触屏的，触屏的一到那红外线感应，门就不要，指纹识别的都省了。当年那个年代有这个不容易，没听说过。而且里边啊还能制冷，对，怕死人臭了。空调没见过吗？空调见过，没见过这里边搁空调的。这个车里边有没有空调？车里边有空调，应该的。那是那个年代没有车吧，人在轿子里边弄上空调，这边哎弄的冰、那边弄个小火炉子，这冻差不多就火化。这是就是你要想冷，哎，往这边凑一凑啊，想热往这边靠一靠。轿子得多宽敞啊，这是，要不然能16个人吗？好嘞好嘞，哎，抬起来颤颤巍巍呀、就要这感觉，惊动了方圆百里的人呢。是啊，人都围过来看呢，这谁家结婚呢？谁家结婚这么大的阵仗啊？没见过这轿子，瞧瞧吧，啊，就往里边瞧，一瞧明白了，怎么呢？那轿子上面有照片，对，出殡去了。你嚷什么呀？废话，谁在轿子前面摆照片？照片不是你想那种照片。那什么照片啊？黑白的。就是这个。那年代有彩色的吗？有没有彩色也不能挂黑白照片啊。一个桃心儿，心形照片。心形照片，北京人吧，漂亮。心形的照片，我都不知道哪个是小侄。不是，这边是你爸，这边是你妈。怎么两口子结冥婚去了？那你们结婚两个人的结婚照没有吗？是有结婚照，就不搁黑白的。没有，那个年代只有黑白的。你像这个，但是旁边衬上一朵花呀、哎，这就喜庆了。哎，花围的呀，什么什么，什么、什么花呢？菊花不行。菊花是易爆品，那个有那个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是易，不是易燃易爆的都不行。没有花，有花我们就老觉得往棺材那边可想，知道吗？有的是玫瑰，玫瑰，红白玫瑰，不要白的好不好？没钱咱们哪怕隔2米摆一个都行。就在哎，红白，红，不要白，不要白，红玫瑰。围这么一个大心形啊，心形。对了，哎，心围成这一个大心形，对，抬起来啊，往你姥姥家去。哦，先迎亲去。对呀、你妈在里边，好家伙，不去呀，在家里。对你姥姥劝呢，你赶紧的啊，是叫我到门口了，快去，等着呢。良辰吉日，一会儿误了时辰，你去不去？去不去？你不去，我去了啊。哎，别去呀。这没到您去的时候呢，吓唬你妈呢。别这么吓唬啊，你舅舅看不过去了。我舅舅怎么了？干嘛的、几点了？不、赶紧的，盖上这个红盖头。哦，对，哎，盖上、上写4个大字，什么呀？禁止小便，是吧？修厕所去了。不是，就把盖马桶那个放这儿了。那个盖错了，龙凤呈祥，实在找不着了、赶紧找一个盖好了。嗯，哎，盖好了，过去一把扛起你母亲的尸体。走，什么您呢？不是身体，哎呦，我差点失温身。你干脆说失恩失完了。扛进你母亲的身体，身体，哎，来到门口，一弄这轿门，你这是多费事的，打开了，好，行了，这回改尸体了，然后那门合上了，不关上怕跑了。抬起来，吹吹打打，来到你父亲家，还有音乐呢。哎，你父亲咣一下把门关上了，怎么呢？这叫避避煞神。我说是鬼吧？如果大伙知道的老讲究都有这个。是啊，这一会儿的功夫是门分左右，鞭炮齐鸣。哦，这不一样。铺红毡，倒喜毡，一倒倒在了喜桌前，都是老讲究。卖马鞍子，咬一口苹果，这是平平安安，不错。卖火盆子，钻火圈，对，走，往前面去吧。后空翻，我说您哪没有钻火圈儿？为了娱乐项目吗？都有娱乐谁去呀？这只有卖火盆子，有卖火盆子，有有有有卖火盆子，还不如大伙普通想那种火盆子。怎么呢？大火盆，大火盆。对了，旁边啊站着一个茶坊，茶坊干嘛？手里端着一杯，可不是茶，那是什么？酒，干嘛用？新人要卖的时候，茶坊把酒往火盆子里一泼，火苗子往起一扑，象征日子红红火火。这都是老讲。对了。
就在你妈刚要卖茶嘛，刚要泼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你爸爸拦住了啊，别泼，我媳妇儿，哦，哪能泼这个？我就汽油啊，砰的一下给你妈都炸黑了。我爸娶一非洲的媳妇儿，宾客没乐呀哈，非洲娘们儿，你嘿呀，这有什么可乐的呀？你爸一看这玩笑开的有点大呀，太大，特别的羞涩，一把扛起你母亲的身体，对。往屋里边走啊，赶紧的，洞房了，哦，还入洞房，把你母亲往床上一放啊，你母亲往床上一坐，对，抬起爸爸过去，把门一关，倚着这门，小娘子，我爸爸职业病又犯了，终于轮到我了，什么叫终于轮到他了？轮到我谈婚论嫁了，您把话说清楚了，啊，哎。唱着歌的走过去，又唱了什么呀？掀起了你的头盖骨，头盖骨，不是那歌怎么唱来着？掀起你的盖头来，对对对，掀起了你的盖头来，哎，让我来看看你的美，哎，走过去一把掀起来啊，一掀起来之后，是你母亲，哎，怎么样？你母亲是没动啊，你父亲是大惊失措，撒腿就跑，跑了，一跑，你妈从床上下来了。追他呀，追吧，追出来说话的，说什么了？别走，别走，他。